6月22号，2023癸卯年，公祭中华人民始祖伏羲大典在西皇故里甘肃天水举办，台湾新北市异地同时举行共祭典礼，这是两岸第十年共祭伏羲。在甘肃天水的祭祀现场，鼓声威武，钟磬悠扬，击响34筒鼓声，象征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中华儿女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崇敬之情。九响钟鸣代表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最高礼数。乐舞告祭后，参祭者先后进入伏羲庙行鞠躬礼，敬献鲜花，瞻仰圣像。在台湾新北市先色宫的祭祀现场，鼓乐声中，主祭官带领岛内各界人士代表巡鼓礼三献大礼，向伏羲圣像上香叩首或行鞠躬礼，庄严隆重。担任主祭官的中国国民党前秘书长、先色宫董事长李乾隆表示，伏羲是华夏子孙共同敬仰的人文始祖，共祭伏羲是两岸交流的重要一环，希望两岸能因此更加融洽和谐。伏羲被称为中华人文始祖，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祭祀伏羲由来已久，世代传承。1988年，天水市政府正式举办公祭伏羲大典。2014年起，与台湾约定每年同时举办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典礼。